很多人去买他的咖啡喝，我觉得还蛮好喝的，很顺。Start today, Harry。嗯，我们今天去哪？是 ，That was fun。我们今天的 round down 呢？这次还是一样啊。不一样啊。没问到啊，问到就是没问到。哎，我们到了 That's for 餐后。嗨嗨。然后它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有名的是它的温泉，所以我们等下可能会去泡个汤。然后它这边还有那个什么薰衣草花园，好像还有巧克力工厂跟酒庄，很狠啊！这里很可爱的一家小店。导游先试吃。因为我很想讲 factory， 可是他不是啊。他这边那个 hot chocolate 是自己搅的，非常的特别。那如果搅不散的话，那不是就是很甜吗？对啊。今日第四站，酒庄。酒庄非常的小。小小的一个酒庄，听说这边的 wine tasting 是 free， cheers， 我们的最后一站就是来泡汤啦，这个地方很有名，就是它的 spa。两位男士非常的兴奋，没有啊，我兴奋是因为我可以看到卡米，上来，我的美龙，说河里面有河里面有带鱼，有鳄鱼，他说，有鳄鱼，他说掉下去了就完了，他还要我们开玩笑。晚餐时间，我们在 Food Spray， 就是一个越南城。那边有柳，这个是咸鱼肉饼，然后他自己在挖那个饭吗？有没有一种很诱人的感觉？但是你是饮食服务吗？就是祝曼妮回香港顺利找到工作，然后快点 happy life 哦！我已经见你了，是啊。哎，我们握你的手啊，亲一下吧。